工作怎么还没来？啊？哎呀，工作还没来，走得下床吗？他可能还没睡醒。哎呀！啊呀，三，看看这地方要矮好呀。再者，你们这地搞得那么多年去啊？天都搞得，哪里搞得？再不来我们搞齐了。哥们，快点下来搞。好，要得，我也下来搞点。就是这样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来来来，我来帮你们。你来。哎。哎，几丢钱？多少钱？哎，八百狗块钱。走了，走了。嗯。哎哎哎哎！老毛又走条哎。啊？又走条泥鳅。今天有顿好的。走啊！走啊！啊？不回家吃了？走啊！快点，就下雨了。那打他！哎呀，哎呀，啷个弄子的？快快快快走！别紧，我们已经打湿了，放哪里去嘛？大爷，这雨来得快，去得快。雷公给弄啊！哦，是，这个墙没得好多点，刚才那些写的应该没放哦。你还要好多，今天一顿都吃不完。哪家吃不完？吃不完，你看那么多。我吃的吧，咋子这个雨上又下起来了？什么时候煮饭？我今天多煮点饭。你煮十碗噻。来姜片，盐就两种。师兄，我来了。你就好了。啊，我来。来嘛。哎呦！豆腐，这我得闻点香味了，可以吃上来。还没吃，快消化。爷爷，鸡精，葱花，东门，你还能磨了没？那么好，小胃怪吃啊！吃了。嗯，来来，我们两个跟，多给点，来嘛。哎，今天又赚了一顿。爽哎，嗯，爽，嗯，咋个？这豆腐好嫩哦，到底得的？那没送我的，他咋没送我？你哪晓得嘛？你敢去问他没？儿子，嗯，咱今天才弄两个蝗灾，这蝗灾没好做。你水清凉再去做，要的，要什么东西做的？你会啦？那会啊，但是我每次不咋了打螺是咋回事？我可以要打螺。老莫好像会哦，还能莫教我们？要的，他以前跟我讲他是土房子啊，狗手是啊。同仁，我们今天干了件大事。哪大事？鱼塘丰收啦，我家斧头。这是啥子啊？没。买这个养，还要放鱼？啥？我晓得放哪鱼啊？那豆花鱼。豆花鱼啥鱼？就是你鱼啊，红鱼，你不晓得啊？那不还不是你鱼啊？是啊，